我媽家姐就聽得多啦。割烹料理你有冇試過呢？究竟割烹料理又係咪等於我媽家姐呢？其實我就好有興趣想知啦。究竟和食係有幾多種呢？今日試玩專員就變咗做試食專員，帶大家嚟到卡姆薯一齊嚟探討一下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啦。卡姆薯讓料理長西川有雲。是西川家族料理的第二代，傳承爸爸料理秘笈的繼承人。爸爸西川宏美亦都是香港首批和食大師傅和首位道庭烏冬引進者。我媽家姐是真的和食的，你全部都可以說我媽家姐，即比如天婦羅我媽家姐、壽司我媽家姐、鐵板燒的我媽家姐、焗板料理的我媽家姐。我媽家姐的意思是我們廚師是決定給什麼那些，即是沒有珍牌，沒有什麼阿拉卡menu，那些是我們叫我媽家姐。而割烹的日文發音是 kabon， 最早是出現在江户時代的後期，由茶壞石一路演變到現在的割烹料理，是一種非常傳統的料理方法。而割烹的意思就是高級料理了。卡姆薯讓店老闆兼駐店侍酒師團長 Ed 在2015年開始日本餐行業，擁有五間餐廳和多個國際有關日本酒的資格。冇錯，係我自己本人去配翻所有嘅 sake pairing 或者 wine pairing。所有 pairing 嘅 design 其實係希望食客可以 enhance 到佢嘴巴裏邊個感受，希望一加一大於二係我個 philosophy。西川師傅同埋 Ed 合作係一種緣分，佢哋喺一間餐廳試菜嘅活動認識，傾談之間先發現原來西川師傅就係阿 Ed 好多年前食過嘅日本料理師傅嘅仔仔添。而西川爸爸病逝之後，西川本身決定長留東京唔翻香港。不過有次收拾爸爸嘅遺物時，發現爸爸有一本手寫嘅料理秘笈，而且仲有未完成嘅料理創作添。當時西川師傅感受非常之大，於是就決定翻香港繼續傳承爸爸未完成嘅心願。而阿 Ed 亦都深深被感動到，所以兩位就決定攜手合作，打造卡姆薯讓。而讓這個字非常之有意思，任何食材經過讓都是一種改變和提升，好像米讓之後就變出清酒，而卡姆薯讓之後就變出一種新的飲食文化了。有少堅持位的，我們的不同就是我們想做性價比。沒錯啦，比起中環其他的日本料理，價錢已經吸引很多了，只是維持在一字頭，而且中午餐和晚餐都堅持只是做一輪，俾食客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體驗用餐和享受。我哋 menu 就每個月一定轉一次。哇！如果平均每個月有13道菜，食足12個月就足足有156款不同類型的和食料理出現啦。而且只會選擇當季的食材，不時不食。既然 menu 每個月都會轉，咁當年配的酒又會不同啦。卡姆薯讓特別的地方就是有專業的利酒師，根據不同食材的味道和構思去配不同的酒，而且還不局限於清酒或者紅酒，甚至乎有時會配調酒或者香檳，可以說是非常驚喜啊。而最後一種堅持就是每個月的 menu 都會保留爸爸的料理傳統，加上西川自己創新的想法呈現出來，成為西川父子 Fusion 菜。耶、已經解答了我所有的疑問了，現在事不宜遲，讓我們一起去試下菜先。有睇開 Learning with Sharing 嘅朋友，對我哋呢一個組合應該一啲都唔陌生啦。有我哋嘅團長啦，捱得團長都有翻相當嘅年份喎。係啱啊！過疫情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成個疫情前喎。冇錯啊！哇！對殺 K 有興趣，一定要重温我哋嘅片啊！事過境遷啦，呢、這個疫情都好大變化，係由團長晉身到店一店老闆添，勁啊！唔勁，好辛苦其實，係唔好入行。係忙到連嘢都睇唔到，而家係咪？冇錯，睇過睇過，戴翻副眼鏡先。係啊，頭先因為貪靚仔咧，除咗副眼鏡，其實我望你哋唔到嘅。係，翻嚟啦！而家戴翻副眼鏡先，清楚曬啦。啱啦，就可以介紹翻我哋嘅新組合。Sharing， 哇，係喎，真係有得撈喎。啱啊！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試下我哋第一道你覺得今個月嘅 signature dish 咯。好。嗱，可以介紹翻。哇！好靚喎，呢個好似啫喱咁喎。啫喱係啊，冇錯，嗰個叫土佐啫喱。嗯。咁其實最近你嗰個咧就係一個時令嘅日本白土啦，雪菜摩摩。隔離一個綠色嗰個咧，其實佢唔係 wasabi 嚟嘅，冇咁大片，佢係一個枝豆嘅肉。
係新鮮嘅，啱啱咩嘅蓉。諗唔到知豆都可以整蓉喎。friend 嚟㗎，跟住後邊嗰個咧就係一個無蟹嘅蓉。我幾欣賞師傅對食材嘅理解，因為其實三種嘢你相信大家都會食過，但原來三種嘢夾埋一齊食咧都 friend 到，呢下先犀利。係喎，嗰個 jelly 係有少少酸酸地啦，其實好 fresh 嘅，跟住再配嗰個紫豆蓉，係真係有紫豆味嘅。上面啲花都食得，上面嗰啲係食用花嚟，冇錯。哦，勁靚。靚係啊！試下個蟹先。嗯，個蟹肉好鮮甜喎，同埋係嗰個味道好肉唔肉咯。嗯，每日新鮮翻嚟即場整即場拆嘅。哇！嗯。對殼類敏感的朋友很啱食，對曬㗎！我哋都每一日都拆蟹拆得好嚴謹。我哋叫做每日如果有萬一客人食到一粒蟹殼，我哋就會陪一餐飯。咁咧，我知道咧，你哋每一道菜都會有一個 pairing 啦。係。咁而都係你親自去。冇錯。調製出嚟㗎。冇錯。咁今次呢一個嘅 pairing。通常我哋 pairing 咧，其實就喺試菜嘅時候開始去大家一齊 brainstorm 諗嘅，同師傅一齊夾。嗯。咁我食到呢個料理嘅時候咧，我會諗到想飲咩，我就會開就會試。每一次每一個月都係咁樣，咁所以其實都幾好玩，同埋幾 challenge。我對酒嗰個認知度都擴闊咗唔少。後屘我發覺其實如果齋用實 K 或者 Y 去做 pairing 都有啲研究。咁啊，做咗一個 cocktail 去配呢道料理嘅，咁你可以試一下。啱啱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咗俾你。隻杯靚唔靚咧？靚啦，同埋好少可見到咁 mini 喎。係啊，因為咧我哋日本餐比較的色啲啊嘛啲嘢，即係精緻啲，所以揾翻隻專登揾咗隻咁樣嘅矮腳嘅 martini 杯翻嚟。好，好清新喎，同埋都真係 feel 到係真係夾嘅同個前菜 friend 到啊，係啦 friend 到嘅，都 feel 到好似入邊係有好多唔同嘅。材料咯，犀利喎！條舌頭用得着喎，係。咁其實你 feel 唔 feel 到入邊有啲咩嘅成分？我覺得係檸檬啦，有啊金桔類嘅果水果，犀利喎！有蜜柑，有入邊其實入邊有五種嘅日本水果。哦 ，OK。係你講中咗兩個。柚子，柚子一定有啦，嗯，係啦。咁我另外兩個開埋估啦，就係青檸同埋呢個橙。哦。咁就浸咗兩個月，我哋釀啊嘛 ，commercial 嘛，咁所以我哋會自己定期會自己釀啲酒。時令嘅水果，我哋一定會諗點樣可以 mix 到啲酒出嚟，配翻嗰個當時嘅時令去做翻個酒出嚟俾大家感受。哇！真係好有心思喎，呢個係打緊頭炮嘅第一杯添。係，好啊，咁我哋 ready 可以下一杯咯。我覺得啊，最好食嘅第二道料理而家安排俾你啊。好。哇！其實每一道都好靚，我覺得連個碟啦，連個 side dish 啦，即係好多嘅食用花啦，跟住啲顏色都配得好靚咯。好多心機嘅，其實我哋啲碟咧都係靠我 partner， 我 partner 就對啲美術嘢就有啲 sense 嘅，我就冇嘅，係啊，咁所以靠佢。譬如我哋嘅裝修啊，所有嘅杯杯碟碟啊，都係日本度揾翻嚟嘅，要揾翻嚟，咁啊唔係話隨便都買到，有啲就係要手做添。好啦，介紹翻呢個料理先。其實你睇落去咧係似咩？似燒肉。燒肉冇錯，唔係啊，雞。咁其實係一個麥古羅嚟嘅，係一個和歌山天然嘅麥古羅嚟嘅。咁其實師傅咧做咗個和食嘅做法啦，有啲自己嘅諗法啦，佢配咗啲食用花。咁上邊咧，其實你見到好似燒肉皮咁樣嗰個咧，其實係一個方嚟。哦。係打咗個方。即係好似嗰啲分子料理嗰啲 friend 係嘛？係。咁其實呢個方係一個酥油方，醬油方。咁你可以試下 cut 開佢，跟住側邊有個手磨嘅 wasabi 啦，配埋落嗰個酥油方度，你可以就咁食落口度試下先。唔好係一啖過，係一啖我個嘴好細嘅啫喎。唔緊要。哇！豉油方嘅口感咧，食落去真係好滑喎，而且個豉油嘅鹹度慢慢咁樣滲入嚿魚肉入邊，一啲都唔會太鹹啊。咁其實我哋有試過試菜嘅時候，師傅有試過，好似壽司師傅咁樣幫我哋搽咗個醬油一個魚料上面有試過，亦都有試過和食咁樣咧，俾翻客人去自己去染翻個豉油。有兩個文化入邊，你已經講咗。但係如果你話俾客人自己染咧，好多時候客人都將成件魚料浸咗落個醬油度，令到成個口都係食到豉油味，咁就會嘥咗個魚料。咁於是乎我哋傾嘅時候，阿西川神就好啦，就話：，不如俾我試下去打個方出嚟啊嘛。咁入咗廚房一陣攞翻出嚟，就變咗個方，一食落去我就話係呢個味道啦。咁襯酒襯咩酒咧？係啦，你試下。呢個我中意喎，唔會太甜，又非常之爽身。
咁同埋佢入邊有個靚靚地嘅酸度，好 elegant。嗯，那個酸其實係山苑嘅酸，係，嗯，天然嘅乳酸。哦，所以又襯得翻個麥古勞嗰個本身血味入邊有個酸，有個氨基酸，兩個酸托住就會好靚咯，成件事。啱啊，真係係一門好深嘅學問。係試咗咯，就其實。係。但其實我都有一個好好奇嘅問題，其實即係食omakase或者食日本料理啦。有啲咩禮儀嘅？我諗都係禮貌嘅嘢咯。嗯，即係唔好大聲啊，唔好拍台啊，啲，嗯，客親其他食客唔好咯。哦，係啊，即係唔好影響到人哋。係啦。我仲聽過係有啲餐廳會要求唔好噴香水。有嘅，因為本身如果你香水太勁嘅話，隔離嗰個人咪全程聞住你香水味，聞唔到其他味啦。嗯，係啊。咁如果而家譬如大家都好中意 IG 打卡啦，咁如果係我哋食飯之前，我喺度影相啊，咁樣。會唔會又唔係咁好呢？睇翻師傅對本身佢自己料理嘅要求，嗯，如果佢叫你趁熱食，你就趁熱食。嗯，如果佢冇乜特別要求話，你打卡當然冇問題啦。嗯，你影相即係通常係相機食先啦。嗯，但係有好多譬如壽司嗰啲咧，就要求可能一做完就即刻食嗰啲咧，就師傅計希望你食到佢最理想的味道啦。嗯，酒一樣咯，嗯，酒其實你話擺呢個官瓶一期叫做期間限定叫一年，嗯，其實係冇過期嘅，嗯，只不過個藏主或者個道士希望你飲到佢最理想嘅味道，係盡快飲到啫嘛，嗯，盡快，嗯，就係咁意思，明白。咁第三個又係啲咩咧？第三個我覺得最好食嘅就係我哋今期嘅和牛 sukiyaki。嗯，亦都係非常之靚嘅一個菜啦。係。咁上邊呢個黃色圓形嘅係咩咧？你估下。佢有啲似吉列嘅 feel 咯，即係應該係有炸過嘅。係，佢一個蛋黃嚟。哦 ，OK。咁啊，師傅好嘅，就諗咗一個形式，將個蛋呈現咗俾食客。咁，嗯，啊，上面有一個做一個吉列嘅蛋黃啦，下邊嗰個係一個我哋嘅 A4 嘅一個西冷部位啦，一個和牛啦。咁，嗯，就配咗九條葱啦，仲有一個番茄，嗰，那個番茄其實 Amela 嚟嘅，就係，是，一個高糖番茄、水果番茄。哦，係啊，咁所以就配住嚟食。你喺上面咧就可以用筷子破開個蛋黃醬，跟，哦，住就夾住少少加少葱，就夾住個和牛嚟食。咁呢個煮法其實我哋 sukiyaki 有分兩種嘅，嗯，一種係關西煮法，嗯，一種係關東煮法。而我哋呢個咧係關東嘅煮法。哇，好好豐富，因為而家成個嘴都係嗰個牛肉，係同埋嗰個蛋嗰個好 rich 啊。嗯嗯，通常你留意下出邊，如果食 sukiyaki 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攞個牛脂開鑊先嗰啲咧，或者我哋喺日本東京都成日食到嘅，跟住醬會好薄。好黏，煮出嚟嗰只咧，嗰只係關西嘅煮法。我哋咧係醬油先嘅，亦都用水果開鑊先嘅。咁嗰只係關東嘅煮法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你食落去咧有少少分別，同你平時食開 sukiyaki 有分別。有分別。咁呢個牛肉雖然係 A4 啦，咁但係我又唔會覺得佢係即係油到好膩嗰種感覺，即係唔想再食咁樣。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，直頭佢去日本出差啊，咁老闆咧就梗係招呼啲好嘢俾啲同事食啦。咁佢成餐飯都係食 A4 喎，咁至於翻到酒店咧，即刻嘔咯。啊！真係好大鑊。其實係嘅，即係食唔慣嘅人咧，其實都頂唔到嘔嗰個脂肪太勁，因為A4 都好啲 ，A4 都仲保留到啲肉味 ，A5 就真係食落棉花咁樣，即係個口感係好 wow 嘅。嗯，但係好多人都一件起兩件止。食到呢個牛嘅時候咧，我就俾翻個酒俾你，等你解一下啲油膩先，咁樣安排咗杯紅酒俾你嘅。係，哦，喎，牛肉係配紅酒喎。friend 嚟㗎。嗯。雪子幾時都咁 elegant 喎，攞嘢真係。梗係要轉翻個手要咁樣啦。咁其實呢支咧就係一支 Burgundy 嘅一支 Bavli， 咁係一個 Pinot Noir。咁其實我覺得襯日本嘅和牛咧，一定會用翻Burgundy 嘅 Pinot Noir 襯比較夾啲嘅。因為首先第一，佢嗰個望落個顏色會比較通透啲，會似翻啲紅寶石 feel， 冇咁實。啱啊，其實我覺得都真係幾 surprise。譬如今日試咗三個菜啦，咁，都係配唔同嘅酒類喎，即係我哋配咗 cocktail 啦，跟住配咗sake 啦，跟住配咗紅酒啦。即係我諗喺出邊未必有一間日本料理係會咁樣嘅做法咯。係啊，其實都幾考驗緊我，究竟我哋賣緊係 wine pairing 啊，定係 sake pairing 啊，定係咩 pairing 咧？有時我哋都諗到唔識點樣去表達，不過。我相信我哋自己係初衷嘅，我初衷就係希望食客食到牛嘅時候有牛嘅味道，好味啦。
如果單獨飲酒嘅時候有酒嘅好味啦，但係當佢兩者一碰撞嘅時候咧，有一加一大於二嗰個感受，呢個係我哋嘅初衷。所以我都唔理話究竟係咩 pairing， 總之係一個 drinks pairing， 希望夾到就 OK。係啦，一個 omakase 嘅 pairing 咯，希望你放心交託俾我咯，因為你飲每一款酒我都真係飲過。嗯，最後仲可以玩下古早味刨冰機添，呢度用嘅冰仲要係由日本送過嚟京都水做嘅冰啊！大家看看是幾咁晶瑩剔透啊，而且吃下去咧口感非常之似雪花咁綿滑啊！再配埋師傅親手整嘅六種配料，分別有焙茶啦、北海道牛奶、北海道十勝紅豆、京都抹茶、雜莓同埋江山軟白土，款款都超好味啊！食埋呢個甜品真係非常滿足啊！咁我哋今日就試咗三個菜啦，你最中意嘅三道菜啦，呢個月咁仲有啲咩食㗎？其實？即係一個 menu 入面，七月份的 menu 咧，除咗啱啱介紹的三款之外，仲會有春卷啦、牡丹蝦、鮑魚、三色素麵、燒麥太刀魚、鴨胸、一口和牛咖喱同埋和果子添。會擺喺台面有個 menu 嘅，咁呢個 menu 上面咧就寫曬我哋今個月會有啲咩 season， 有啲咩食物喺曬個 menu 上面。這個 menu 有少少心思位嘅。Number one 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、only one になるんだ。咁呢個説話咧，其實印喺個背後咧係有啲意思嘅，係俾緊邊個睇呢？其實係俾師傅睇嘅，唔係俾你睇嘅。係咯，我都睇唔明啦。係啊，咁一講到爸爸嘢嘅時候，我就非常感動，尤其是係爸爸俾一句格言佢啦。作為料，佢話作為料理人有句格言，我話作為人都應該啱用嘅。佢就話即係仔仔啊，即係我哋唔需要去努力去成為世界第一嘅，只需要努力去成為客人心中唯一就可以嘅啦。咁呢句説話我覺得好有意思，同埋好受教喎，好受用，所以我就覺得不如將呢句説話咁有意思嘅就印喺 menu 背後。咁就因為你睇 menu 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句説話對住咗師傅，係喎，所以爸爸與佢同在咯。好感動啊！其實即係都 feel 到。爸爸對師傅的一個感情，就是好像一個傳承一樣，絕對是，除了是一個料理上的傳承，也都是一個精神上的一個傳承。是的，我想是為他家族爭回口氣，燃燒了這個衝動，就是我要回港，我要繼續 legacy 我爸爸的 recipe， 我要繼續編寫下去。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就說 我希望可以做到扶持到你的位置，還有我都挺欣賞他的。後生仔即係入行時間唔多，但係佢可以堅持到咩咧？就是、每個月轉一次 menu 喎。係咧。每個月都要花好多心思。轉一次 menu 不特止，仲要係三年都可以唔 repeat。咁我成一成係400道料理喎。係。我問佢得唔得㗎？佢話全部喺曬腦度。嗯。咁我就二月開始行到依家，我的而且確未見過 repeat 喎。係，咁佢就引發到我個內心嗰團火啦，就是、我都希望我個 pairing 都希望唔 repeat， 大家一起去挑戰一下自己。係，咁我覺得料理上撞到一個咁樣嘅組合，其實係好玩咯。嗯，雖然辛苦，但係好玩咯。我而家直情好似揾咗我第二個春天咁樣，即係我企喺板前，一起招呼客人，每晚去對住客人去講解啊，去 make friends 啊，去同啲客人傾偈啊。我覺得比我以前做酒廠嘅時候咧，即係做賣酒嘅時候咧，好玩，更加有滿足感，更加年輕，係、嗯、啊！我每日跑翻工，係係啊，真係揾到清，好中意翻工，真係揾到個春天嘅，係啊，好正，哇，好好喎、啊！所以雖然日元又跌咗啦，跟住又開翻關，大家都可以去鄉下日本旅行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留喺香港咧，都可以試一下日本其實傳統，再加埋。一個師傅新進的味道，一個全新的一個西川的味道，大家都可以在這裡 Kamusu 去試一下。多謝曬你啊！我多謝你啊！好吃啊！好 ，thank you。好吃啊！多謝曬。耶、！阿 Ed 都分享他的一個小夢想，希望可以成為香港餐廳米芝蓮創辦人之一，而且仲分享以前西川爸爸的食客嚟 Kamusu 用餐之後，亦都表示西川的廚藝已經超越了爸爸了。所以阿 Ed 在這裡想誠意邀請過往吃過西川爸爸料理的食客再一次來到 Kamusu 來品嚐一下西川創新的味道。今日のお食事はいかがだったでしょうか？ご来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たぜひ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。試食完之後，你覺得最難忘、最好吃、令你覺得最驚豔的餸菜，記得留言告訴我，還有跟大家分享啊。
最後多謝收睇，多謝支持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好地方、好嘢食、好玩嘅嘢。試玩專員約定你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